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《黑暗灵魂3》。还蛮顺的啊！喂！这好近啊！天鸟最坏了，所以没有关系。 我是夜猫，所以没有关系。古龙这边没有什么探索的东西哦，怎么那么快就欲望啊？保着我的魂，打倒他！这有作用吗？没有。我还以为这个钟可以干嘛嘞？ 惨叫声 ，OK， 怎样 ？OK， 你可以去睡了，是不是？我只知道咖啡厅的白熊。哎，为什么我打他两下，然后我突然发生什么事了？ 等一下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我会被扎在这？ 哈哈，被召唤，因为我带的是暗月誓约，暗月之剑的誓约，总之就是去帮他，帮忙打架，我超废的、啊，怎么帮忙打架？我打输了、哦，我打他一下好痛哦，我都打不中啊。我要在研究这条龙的性别可能是母的。我按镰刀啊，杀多东了。 是啊、哦，身怀六甲，龙表示胯下痒痒的，我就打不痛啊，这怎么可能？ 我耶，我觉得一定有。这家伙枪被他武装身体，哈？你在说什么？我要怎么跟他打啊？ 根本就不可能啊！140在一打了一，我不信！再给我1分钟，我一定想得到吗？想，好办法！ 这些武器之类的啊，爬都过不去。这有什么办法吗？ 他那个样子，而且没看过不知道有什么可能。这一代最表人的 BOSS， 我看能不能跑到对面去好了。 魔力也不够啊！达不到啊。 我绕了一圈，我摔死了。这把游戏的最强招式落下攻击啊！什么东西呀、啊？为什么你们好像讲得很容易？看起来要打超阳，好想讲。如果我把所有人数瓶换成蓝瓶，然后能不能打死他啊？哎，其实走这边没有一条路的说。 我，没有电池，哎！只要念咒语就可以轻松过关。不要，不要，我不要，我拒绝。从未试过落下攻击，可是我是法师呢。 我是法师，我怎么落下攻击？我不用讲，哈哈哈。哎，我在哪里重生啊？ 下次就知道了。那我们今天10号到这边喽，可惜，哈哈。不过还啊，这只网不是一只乌龟，为什么？跟乌龟有关吗？如果歪到我可以笑一点，还好我有弹准，我就很怕歪，一直连按。 好啦，我们今天实况到这边结束。喜欢的话可以帮忙按个喜欢，分享出去，订阅七两熊频道，获得最新的影片资讯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